优米杂谈，数学超 busy， 五一劳动亦用术。我是一个专业的间谍，间谍代号是51%。为了更方便去执行任务，我决定混入一个普通的家庭入面，扮演一个爸爸的角色，为免打草惊蛇，我的间谍代号当然不能够被人发现啦、五一劳动亦用术，记住呢句口诀，抄下成咗雨伞。第一步，分母照抄。第二步，分母成乜嘢最接近嘅分子。第三步，大数减细数，余数放上边。所以大分数嘅答案就系6/3啦。千祈唔好同人讲我嘅真正身份啦，下次再教大家新嘅超标啦。哈哈哈，拜拜。